收藏生命风景。我们从医师、心理师、护理师、志工种种不同层面，来让观众朋友了解什么是安宁疗护。我相信观众朋友经过这些讨论之后，也建立了多元的看待生死的态度。我们知道，如果一般的观众朋友，你用物理现象来看待生死这一线之隔，很容易误以为就像电灯的开关一样，不是 on 就是 off。 这样的想法会让我们忽略了在 on 跟 off 之间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奥秘。譬如说，人究竟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又是什么呢？再加上从小的教育，往往都教我们如何透过感官去体会生的喜悦，但是很少人教我们如何真正的去面对死亡。所以唯有能够建立真正的生死的态度，知道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得自在，而且能够展现热情。我相信唯有到这个地步，所有的人才能够一起来同感，善生与善终是人生最完整最美丽的追求。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要看一段影片，接着要来分享为什么活着是最好的礼物，善终是最美的祝福。莲花基金会是因为当初我们有医疗人员组织了一个医师人员联合会，那这个的前身其实是很多医院有佛学社，所以这些佛学社一起来联谊，那联谊以后就创了一个医师人员联合会。那这个联合会里面除了各医院的这个学佛的医师人员呢，大家常常聚会共修以外呢，我们就想到我们要做什么。那么那个时候其实主要的概念是助念的概念，就是医院在病房里面，医院病人在医院的病房里面一旦断气，那个太平间的人来白布一包就送进太平间放到冰库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助念的机会，所以我们想要推这样的事情。我们觉得说只有医师人联合会好像不够，所以希望创一个这个基金会来长远的推动这个工作。我们从草创开始就致力在安宁志工培训的这一块，早期帮忙医院的安宁病房培训安宁志工，一直到民国94年开始，我们成立了安宁志工学院，专注的有一个机制，学习机制这样子的一个培训，等于像是一个学校学院，来为医院的安宁志工再培训、再精进、再加强。另外一块，我们由佛法与临终关怀研讨会，甚至于一个研究发展出一个研究计划的一个方向，从本土化灵性关怀的角度深入，我们去做临床佛教宗教师的一个培训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去讲那些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就比较知道化成具体的做法。台大医院缓和病房创立了以后，我们就聘请这个法师到病房里面来协助这个给病人做一些这个临终的这个佛教上的这个指导的工作。但是呢，前后有两位法师来参加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给他很好的预备的训练，因为刚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法师也不知道，虽然他是法师有热心，但是呢都没有做很久就离开了，他做不下去，他自己也不知道要怎么做，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教他。所以经过那样的经验以后，我们就觉得说，哎，不是只有法师来就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可能需要给他们更多的训练。
那这样子就莲花基金会再加上屏东一如精舍的这个协助，那我们就在台大医院的缓和病房从事这个临床宗教师工作的研究。那从那些研究里面慢慢累积经验了以后，那由台大缓和病房的这个陈庆明教授、陈主任跟法鼓山的慧明法师，他一起来加入，从不断的研究里面慢慢整合出一套怎么样训练这些法师的方法。小孩子所表现出来的，从他的画画里面，你看到了他跟动物也好，跟长辈之间的那一份他珍惜所拥有的。但是他面对到别离的那一刻，我们从画当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伤心，他的难过。那我们也会去感觉到如此可贵的一个教材，我们如何的延续着为小朋友来做一些防范于未然的生命教育的一些课题的这些工作。我感觉到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就是我们不久前才整个莲花之音合唱团一起到台中荣总缓和医疗病房去做了一次演出。那因为我们通常除了莲花合唱团演出的曲目之外呢，我自己也会准备几首独唱的曲目。那这次我刚好选择了那个《杜鹃花》这首歌，结果没想到呢，当天在台中荣总病房。我们演唱完了之后，有一位老伯伯，他非常高兴。那他跟我们讲说，《杜鹃花》是他年轻的时候最最喜欢的一首歌。他说他当兵，当年在当兵的时候呢，大家都很苦闷啊。那这首歌对他们来说是当时非常少数的娱乐，所以他在我们演唱完之后，他很高兴，他就抓着我的手，他跟我说，除了说他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他很喜欢听我的歌声以外，他说像我这样一个即将要到天国的人啊，今天有机会能在这里听到这么像天使一样的美妙的歌声，他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那我觉得这次是给我一个非常直接的感动。莲花基金会所培训的一些志工，所参与的这些志工，基本上他们都经过了安宁课程的这样子的习练，基础课程的学习参与，乃至于临床的培训，这样子的志工，那他们更加的珍惜，因为他们所接触到的那死亡的课题，等于是都在他眼前，随时都很有可能发生的。那他们更加珍惜他是一个安宁志工，甚至于是莲花志工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这些参与的人，他们其实是都是相当有心发心，那也展现他们一种自由自在无私奉献的精神。那基金会的董事们，很多人其实直接参与在安宁病房的照顾病人的工作，你可以看到他们真的是无私的奉献。
也相信他们从这一些奉献里面，他们得到自由自在，能够这个很快乐的用帮助别人来充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我和癌症和癌细胞和平共处已经15年了，那也曾经有电话，他希望说有宗教师能够关怀他在安宁病房当中的父亲。后来我们就请临床佛教宗教师在跟岳阳电话了解了情形，然后再跟他们的父亲搭上线啊，让远在国外的儿女能够安心等等的这些的情形，让我深深的觉得我的这个工作，尤其是我不时的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的病苦，我深深的去感同身受到各方的需求，就像我的病痛一样，是同等的。这个痛起来，我相信不是用言语能够去表达的，所以我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不论说是任何的痛，只要我使得出力的话，我就很愿意去分享，愿意去做中间穿针引线的这样，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平安，能够朝着幸福，人人往生都能够走得很安详自在善终。从事安宁疗护，就让我们感受到很多人临终的时候的痛苦，而这些痛苦需要费很大的力量，用尽各种的方法来改善。而透过参与安宁缓和医疗的工作呢，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努力应该是做得到的，如果大家有心去做，可以解决病人很多的痛苦。就看我们有没有心去参与这样的工作，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也可能可以自己去发现，去发明怎么样的方法来减少病人的痛苦。重症病人被急救时，家属的不安、病人的痛苦，往往只为了多留一口气。但是丽梅选择不急救，她和大家分享幸福，就像爱情的最后约定。你也可以选择如何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今天丽梅和她的亲友都相信，那绝对是个感恩的约定，善终的祝福。看完刚才的影片，我真的有很深的感触哦。要成就一件功德，真的需要因缘具足。因为一群学佛的医疗工作者的起心动念，台湾的末期病人才能够得到非常好的临终照顾，这真是了不起的功德。今天很高兴请到莲花基金会的董事长，也是前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陈荣基先生来到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陈董事长你好。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要用安宁舵手这四个字来称我们陈董事长，可是陈董事长是一个非常谦虚的长辈，他认为他只是年纪稍微长一点，所以帮大家做很多决定而已，但是呢，在推动这安宁疗护的过程当中，一定非常的曲折，而且有很多的故事来跟我们分享。首先我们先用一段影片来告诉大家。你看我这样子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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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子
小时候因为我父亲在我两岁的时候就往生，所以我是有母亲跟祖父还有我的哥哥姐姐们带大的。母亲是很早就茹素，所以她一直吃素，那我从小就跟着她。她只要她平常工作很忙，但是到假日呢，她大概会都会在新竹市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庙去上香，那我就跟着她到处去拜，哦，有庙就拜，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一直到大学，在大二的时候、大三的时候，这个有幸接受到这个当时的这个周宣德周老师到大学里面来弘法，所以他帮我们在台大创立的台湾的第一个大专的佛学社，叫晨曦佛学社、晨曦社。那我那个时候能够有幸被带进去参加。所以开始跟后来周老师创立的汇聚机构就结缘，那个以后我大概就在晨曦社还有汇聚社里面一直参与很多佛教相关的工作，就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当他面对病人的时候，他的思考我相信是可能跟医学合起来是正面的，所以他用他的宗教的爱心来面对他需要投入爱心的病人，所以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其实也有很多人觉得有些国家好像不太有宗教信仰，那样的国家的人民其实是比较可怕的。而一个有宗教信仰的社会，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宗教，可能那个社会凝聚向善的力量呢，可能会是比较好。我的岳母走的时候是脑部一个很大块的中风，中风以后就昏迷，在加护病房里面，在那个里面是插管用呼吸器在维持他的呼吸。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推动安宁缓和医疗的观念，所以大部分的医生也还没有说可以所谓 DNR 的观念，再加上他的三个儿子都在美国，所以我们还是让他在加护病房待了将近一星期，等他的三个儿子从美国回来才让他回家。这是一个可以说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是一个失败的死亡的经验。早年我自己也工作很忙，那学业跟工作部分都很忙，那其实也没有办法投入太多的那个在这部分有能够帮忙，但是偶尔会参加那个莲花基金会的活动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有很多很多志工，大家都愿意这样子花时间来那个帮协助这样子的事情。其实我在我反而从就是说其他参与的人的身上看到我知道我父亲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父亲在推动那个缓和医疗这样子的观念呢，除了早期就是说台大建立这个缓和医疗病房啊，那他们推广类似的观念以外，那还有我父亲也在推动立法，好，在这上面他其实也是花了很大的心思。那其实呢因为我自己是念法律的，所以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我父亲呢在这方面懂得比我还多，
那有关于这个这个相关的法令啊，其实我都还要请教我的父亲。我常说，这个现在是我们一般人到医院，在医院往生，在医院死亡的三步骤，就是第一，插管，接呼吸器；第二，送加护病房，在加护病房冷冰冰的环境里面过几天，然后送太平间。这个是我们的最后的三部曲，但是这三部曲里面受苦的是病人，家属可能也陪着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是应该考虑，不应该再继续用这样子的三部曲来送我们的病人。不管在哪一个工作的岗位上，尤其在医疗的工作岗位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痛苦要面对，不管是自己的挫折或者是病人的痛苦，都是我们天天要面对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佛法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你可能比较好去面对这样的情境。我想已经推动加入安宁缓和医疗这么久了，有十几年了，所以寻求善终的理念是我们希望让病人得到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在2000年通过安宁缓和医疗条例，我就立下那个意愿。听说台湾的健保 IC 卡的助记 DNR 意愿，我是第一个听说，反正是第一批送进去，听说是第一个登录的是我的卡片。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愿，来为自己做规范。所以我那个意愿书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我内人，一个是我儿子，就让我的家属知道说，哎，老爸期待的是什么。那么这样子希望将来有一天如果该走的时候，至少可以走得不会很痛苦，不会挺闹亏。4321，妈妈，你看天空，我看红绿灯，可以走了，就叫你。小乖乖，如果妈妈可以走了，叔叔阿姨会想透过仪器再多给妈妈几分钟。可是妈妈最后的几分钟并不想那样，妈妈只想握着你的手，再听你说，妈妈可以走了。生命的最后，你可以选择不要仪器的陪伴。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医疗界的前辈，也是台湾安宁疗护的重要推手陈荣基先生来到现场。董事长，若先想要请教你，你推动这个安宁疗护，那安宁疗护它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安宁疗护最重要的是希望协助人们可以善终，但是为了要获得善终呢，需要善生，所以我们整个的工作就是希望透过让一个末期的病人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能够善生，没有痛苦，而最后呢非常安详的往生，达到善终的目的。所以在善终之前有一段善生的过程，那我想您学佛非常的多年，这些佛教的一些观念是不是对于您推动安宁疗护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影响？佛教徒相信轮回，相信因缘，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因缘，让他下一个轮回可以到更好的地方去，甚至于可以到西方极乐净土去。所以这样的观念呢，正符合安宁
疗护的理念，所以在安宁疗护的推动里面，作为一个佛教徒呢，就更有那个信心，也更希望能够协助每一个人获得一个好的因缘，能够善终，那么希望协助这个人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甚至于希望协助一个最后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的下一个轮回也许是能够成佛。所以我想莲花基金会一直在推动这个安宁疗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选择不急救。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要来推广一个这样的观念？我们透过一段影片来分享这个观念。5 4 3 2 1，妈妈你看天空，我看红绿灯，可以走了，就叫你小乖乖。如果妈妈可以走了，叔叔阿姨会想透过仪器再多给妈妈几分钟，可是妈妈最后的几分钟并不想那样，妈妈只想握着你的手再听你说，妈妈可以走了。生命的最后，你可以选择不要仪器的陪伴。刚才看到那段影片真的很感人，因为小女孩非常稚嫩的声音，然后送着妈妈过马路最后一程，说妈妈你可以走了。因为过马路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就像我们是人生的一段路，那我们从小是被爸爸妈妈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但是有一天也许爸爸妈妈他有必要会先走。所以陈董事长，对于刚才这一段影片，莲花基金会想要传达的精神是什么？一个人要善终，需要有很多的因缘。是，那现代的人呢，大部分在医院里面结束生命，那在医院里面结束生命的时候呢，你要获得善终，就是让医生最后不给你急救，因为急救是一个很痛苦的动作。是，那对于末期的病人呢，那个急救是一个无效的医疗，只有增加病人的痛苦，但救不回病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一需要医生愿意放你走，是让你很安详的走，是二需要家属能够放下，同意让你走，像那个小女孩说的，妈妈你可以走了，这两点因缘如果没有凑足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医院受到急救心肺复苏术的折磨，是很痛苦的在加护病房里面往生。是，其实我自己也有非常深刻的经验，因为我多年前就响应了莲花基金会选择不急救来签署这个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愿书，但是我的父亲在临终的时候，我就面临一个这样的抉择，因为我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可能之前没有机会跟父亲做很好的沟通。那父亲在临终的时候呢，医师以他们传统的医学院的教学，都是希望能够尽力的抢救这个病患哦。那我当时就希望表达这个选择不急救的概念，可是医生都很积极哦，他大概一天问我3次，他问我说：“吴先生，你确定吗？”那即便我已经建立一个这样的观念，可是当医生一问我的时候，我其实内心还是会有一些不舍跟痛苦。所以刚才董事长说要两个因缘嘛，一个就是医生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家属他同时也有这样的观念，而且能够放下，能够舍得，那其实这是要需要一个观念的建立，而且要有很好的沟通。那我们知道所谓的选择不急救，那这是我们对于一些没有办法再让他做更妥善，或者是活得更好，甚至是没有办法治愈的病人，是不是可以请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选择不急救，它究竟有没有一些标准？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选择不急救？在哪一些状况之下，那还是急救一下比较好？是，我们所谓的急救，就是在说心肺复苏术的这个动作。那心肺复苏术呢，在英文简称 CPR。那这个动作呢，是一种对急性的疾病，因为急性的症状疾病突然间心脏停了或者是呼吸停了，这样的病人呢需要用 CPR 来急救。但是呢，
对于末期的疾病，一个重要器官或者很多器官衰竭，或者癌症末期的人呢，在这样的时候，当他呼吸要停的时候，给他吸吸药呢，救不回来，只有增加他的痛苦，所以对这些人呢，我们不应该给他做 CPR 的急救的动作，所以这个医学上其实是可以分得很清楚，那很多人担心说，那我今天签了不要急救，我要 DNR 就不急救，那会不会我到医院医生就不理我了？不会的，因为不做 CPR， 要做 CPR， 医生有很严格的规范，那要做 CPR 是，如果你突然间心肌梗塞，或者是触电，或者是溺水，或者是车祸，送到医院来，不管你要不要，你签了 DNR， 医生还是要救，因为他救有可能把你救回来，是，所以签了 DNR， 医生不救呢，是因为是末期的疾病，已经有一个长期的疾病的记录在那里，那么医生也觉得这个时候 CPR 只有增加痛苦，不能把病人救回来，这个时候应该尊重病人或者是家属的意愿，采取 DNR 不急救。所以如果是意外的交通事故或溺水这种，不需要讨论，这个就一定要给他一定要救心肺复苏术，就所谓的 CPR。那刚才董事长提到了 DNR， 就是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愿书，就是选择不急救嘛。那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可是民众有时候会有一点担忧，他就说，那我怎么样能够声明我是一个已经签署了这个 DNR 的一个病患呢？那医生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健保卡上面去得到一些资讯？那如果有一天呢，我突然后悔了，我本来觉得说好，我要选择不急救，可是有一天想一想，也许有些人的生命的价值观不同，他又想要接受一个这样的急救，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些更新的动作呢？可以，这个不急救是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或者是到了急诊的时候，你如果拿出来自己签的我要 DNR 的医院书，就是这个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或者是选择安宁缓和医疗的医院书，就是所谓 DNR 的医院书，你拿出来，或者是家属签了一个 DNR 的同意书，这个时候医生就可以考量你的病适合的话，他就不做急救。但是呢，你如果希望这样，那每天都带着那个医院书在身边到处跑，这个不方便。是，所以现在我们卫生署已经同意，我们把这个 DNR 的意愿呢，登录在我们健保的健保卡上面，是，就是我们简称健保的 IC 卡上面。那么登录进去以后呢，我们平常看病都会带健保卡，所以你到了任何一家医院，只要把健保卡插进去，的读卡机，医院呢就可以看得到你登录不急救的医院，所以可以看得见。是，那如果你虽然签署了，也登录了，有一天想想说不，我还是要拼到底，那我要撤除，可以，你再写一个书面的这个意愿书，是撤除的那个声明呢，交出去，他们可以把它撤除下来，或者是到医院的时候，家属就拿出，说我要做急救的要求撤除，都可以办理，就是、不是说你签了，就卖身一样，是不是？就是其实你有改变跟更改的机会，不过随时可以撤除。是，可是牵涉到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我究竟去哪里登录才能够登录在这个健保卡里面，那第二个动作就是那医生从健保卡里面要怎么看才能够看得到这个资讯，是不是请董事长也来教我们？这个任何一家医院呢，都会有这个预立选择安宁缓和医疗医院书，是，那么这个医院书或者是不施是心肺复苏术的意愿书，签好了这个意愿书，这个要有两个见证人，那么签好了，把它寄给台湾安宁照顾协会，这个安宁照顾协会就会帮我们整理了以后，送给卫生署转交健保局，就登录在健保 IC 卡，是，然后你到任何一家医院要求他
把你的 IC 卡插进去以后呢，就可以把健保局的资料登录到你的健保卡上面。哦，这个时候这张健保卡拿到任何一家医院，只要插在读卡机上面呢，就可以医院的电脑荧幕上面呢，就会出现说这个人要DNR。是，那么医院应该把它登录在他的电子病历以及他的纸本病历上面，那这样子那家医院就可以看得见。是，你到别家医院也一样做这个，这个时候已经不必再登录，已经录在里面了，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是，那念出来 DNR 的医院把它登录，同时希望医生可以尊重。是，所以我们要呼吁，就是诊所啊、医院啊，这个医生啊，就是在为病人实施一个急救的措施之前，其实比较慎重一点，应该把他的健保卡去做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些判读啊，来阅读一下里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资讯在里面啊。好，那签署了这个安宁缓和医疗的意愿书，其实我想每一个人就会面临一个价值观的选择哈，一个就是延长生命的一个长度，还有就是生活的品质，这两个中间的一个权衡跟考虑啊。那董事长您的观念跟建议是什么？在安宁缓和医疗的理念里面，到了生命的末期，我们都知道有生必有死，所以当你的疾病已经让你的生命不可能再挽回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生活的品质其实比生命的长短更重要。所以安定缓和医疗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个时候要提升病人跟他的家属的生活品质。我们不强调生命的长短，那当然也不刻意缩短他的生命，但是也不刻意去延长他的生命，增加他的痛苦。所以我们顺其自然，如果他走到了该走的时候，就让他很安详的走。其实就是一个自然的，然后很放下很多的挂虑跟烦恼的一个方向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这跟很多宗教所提倡的一个生死的一些看法上面值得再来一个探讨跟学习，尤其在佛教上面，其实如果相信轮回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存在哈。也许我们能够体认这一点的话，我们对于签署这样的一个意愿书，或者让我们的家人愿意选择不急救，心中就比较不会那么样的难舍。当我们能够放下的时候，或许那会是另外一种存在形式的开始。重症病人被急救时，家属的不安、病人的痛苦，往往只为了多留一口气。但是丽梅选择不急救，她和大家分享幸福，就像爱情的最后约定。你也可以选择如何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今天丽梅和她的亲友都相信，那绝对是个感恩的约定，善终的祝福。在整个医疗体系之下，用佛教的观念来推广这个安宁疗护啊，请教董事长，有没有碰到过什么样的阻碍？其实，在现代的医疗里面，因为医生所受到的教育是怎么样救生，把病人医好救活，很少有人教我们是怎么样故死。在病人要死的最后这个情况下，要怎么样好好照顾他们？是，所以医生所受到的理念就是抢救到底。所以当安宁疗护推动说要 DNR 不要 CPR 的时候，很多医界大佬不能接受。是，年轻的医师呢也不能接受。所以我曾经碰过，我教我的住院医师告诉他说，下面可以怎么样了？他去跟护士长讲说：“咦，怎么院长告诉我说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要让病人很安详的走，他也不能接受。所以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发生在很多的医院。医生不能放下这个问题。
所以有选择不急救是平常就要建立的观念，而且一定要做好沟通。我们都知道死亡是没有机会可以重来的，但是死亡是可以练习的。请董事长来教教我们究竟怎么样做好这个死亡的练习。准备好一个好的死亡，那首先自己要先决定我最后走的时候是要怎么样。那很简单的就是要 CPR 还是 DNR。 所以如果你选择要 DNR， 赶快签署预立 DNR 的意愿书，是把这个登录在健保卡里面，同时跟家属沟通好，不要到时候家属不同意你，还是请医师跟你做 CPR。 那我个人经历过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们莲花基金会的创会董事是黄锡信医师。黄锡信医师是一个净土宗的坚定信仰者，他无量寿经呢给倒背如流，是那他的夫人也是一个净土宗的虔诚信徒，所以夫人了解他的意愿，他早就准备好了说我是要 DNR 的，是要安详的往生。那夫人也同意这件事情，他的姐妹也同意这样的事情，是所以当他最后因为败血症送到医院的时候呼吸困难，这个时候虽然孩子还在国外，但是他的夫人他的姐妹都很尊重他原来的意愿，所以没有做 CPR， 没有做急救，让他很安详的走。所以就是平时要做好准备，当走的时候才能够勇于的放下。不过我们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反而是病人已经做好准备，可是到了临终的时候可能家属是舍不得或放不下。所以我觉得家属也要建立一个这样的观念。那我们知道董事长在推动安宁疗护的过程当中，虽然很多的观念都是要教导大家要割舍要放下，不过在过程当中你也有很多心灵上面的收获，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家属认为在家人临终的时候没有让医生做急救，没有让医生 CPR 就走了，是不孝不爱的表示。其实呢，我认为对于一个末期绝症的病人，家属不应该认为说不急救是不孝不爱。我认为大孝与大爱呢，应该是对这个临终的亲人，我们要协助他接受他的疾病，协助他这个能够安详的往生，那么协助他在没有 CPR 的痛苦情况下能够很安详的走，这是大孝与大爱的表示。是，那我们知道董事长您非常的孝顺，所以跟母亲之间有很好的一段姻缘，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母亲她接受的一个这样的观念跟受戒的一个过程？家母呢自己年轻就相当辛苦，因为我在2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因病往生，所以家母要挑起家里的所有的这个负担。那他很早就茹素奉佛，是那么这个皈依佛门。但是他到了晚年80几岁了，他一直挂念说他虽然皈依了，但是他没有受五戒。所以我们很难得的机会呢，是这个请到佛光山的心定法师到家里来亲自为我母亲呢做五戒的皈依。是，那么这个五戒皈依了以后呢，家母非常的高兴。那么以后他又活了大概4、5年，到88岁的时候呢，能够在台大医院非常安详的往生，不必插管。是，那么在念佛佛号的声中往生。是，往生以后还在台大医院的这个助念室呢受到8小时的助念。我们家人都非常的感激，是母亲可以有这么好的
这个因缘可以很安详的往生。所以董事长推动这个安宁疗护，结果自己的家人跟母亲也一样的受惠，所以陪伴病人握手佛光，这真的是当事人才能够点滴在心头。那安宁疗护的推动有它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也请董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带来另外一张照片跟大家见证这个光荣的一刻。在民国1989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当那个条例通过的时候呢，这个由我们有几个人一起来这个宣导，这个签署这个 DNR 的意愿书，来签这个让我们可以很安详往生的理念。这张照片里面就可以看到我们卫生署长在中间，是哦，那么一起做这个宣导的活动。那这里面呢，呈现的是一个跨越宗教的，是。我常常说，我们台湾的安宁缓和医疗是三教九流，大家合作来做这样的推动，这样的工作，这是属于全民的一个工作。是，所以经过这么多年努力的推动，安宁疗护已经是跨越宗教，而且是全民的运动。5 4 3 2 1，妈妈，你看天空，我看红绿灯，可以走了，就叫你。小乖乖，如果妈妈可以走了，叔叔阿姨会想透过仪器再多给妈妈几分钟。可是妈妈最后的几分钟并不想那样，妈妈只想握着你的手，再听你说，妈妈可以走了。生命的最后，你可以选择不要仪器的陪伴。从刚刚陈董事长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真是一个懂得孝道而且非常重视伦理的长辈，加上他常年的学佛而且以助人为乐，这些精神跟典范都值得我们来学习。安宁疗护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能够重视善身跟善终这样的观念，提醒大家重视死亡的品质。只要能够接受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让生跟死都很有尊严。